求出括号内的数，其实像这种题目就是一种未知数的应用。我们在前面学未知数的时候有跟同学讲过，其实未知数是一种验算的概念，这是一个乘法，乘法算是被乘数乘以乘数会等于积。那乘法的验算有两种，一个是我把积去除以被乘数会等于乘数，另外一个是我把积去除以乘数会等于被乘数。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乘法算式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被乘数，被乘数怎么求？被乘数等于积去除以乘数，所以我要求出被乘数，实际上就是拿积，也就是二分之一，去除以乘数一又六分之五。算式列得出来，求解就是最简单的，带分数化成假分数，所以这个算式是二分之一除以六分之十一，再来除以分数等于乘以这个分数的导数，六分之十一的导数是十一分之六，因此这个算式又等于二分之一乘以十一分之六。再来约分，用二约，二除以二等于一，六除以二等于三，所以被乘数等于十一分之三。再来，这边是除法的算式，除法算式被除数除以商数等于商，而除法的验算一样有两个，第一个商去乘以除数会等于被除数，第二个被除数除以商会等于除数。那题目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括号的位置是除数，除数怎么求？除数会等于被除数除以商，也就是被除数三又三分之一去除以商二又二分之一。算式列出来，计算就简单。接下来我们把带分数都化成假分数，三又三分之一化成假分数是三分之十，而二又二分之一化成假分数则是二分之五，所以它等于三分之十除以二分之五，除以分数等于乘以这个分数的导数，所以它也等于三分之十乘以五分之二。同样约分，用五约，五除以五等于一，十除以五等于二，算出来的结果是三分之四，化成带分数则是一又三分之一。所以如果遇到这一种未知数的求法，其实不用太在意它到底是分数整数还是小数。未知数的求法概念就是利用一种乘法验算或是除法验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求解。各位同学可以多练习几题。